本心一计，引秦二兵平李忠失踪，准备杀死白蒙的天公一脉。李贵，你和熊不跟天公兵貌不齐，我会众天官有备，这将最近新仆起草，请好心呐，是。突然，影响叔叔，天公及时退行，红罗兵马急急急急。哎呦，不妙！啊，曹操，中招！孙哥一边流连不定。哦，阴沉一息，将要昏昏速动。天公送到再亏进牛，我心傲气水兵关。我气势不行，李蒙，水蒙，啊！星血无名啊！刘志明，你袖流仙之救，拼刘宋，都是天公不定，一拼百枪。这苏武，哦。魏九根。龙江在前，要为提纲不好秀。哦，要我亲自过来领导。不如负伤去。将军心，天下有道。哦，走，你就走吧。此人是谁？杨王的世子，天东太子。他就功不可以初代杨王啊！不管武功如何惊人，已是天将必得对象，回目新电报。嗯，万木萧萧静，遍地尽何安？众天观望，西海遍地，危机不可测。遥遥逼视，让人心生。哇！楚要参拜，哇！不敌多个青孔子侯，连修兄，幸会众天官吧，楚得有目心忧。我为人家建设。其次是安民之术，将孤母轰，你雄鹰拥护沙丁，如今献兵，将你安息，一张箭药。解开了生与死的距离，就是割不断军心之间的情谊。